但安保现场安保会巡逻，起到那都会让他下来。但如果工作人员没有看到，没有警报那，我们虽然是不倡导游客这样，但我不能时刻的每一个柱子那都安排工作人员在那边去制止，没法做到这一点。我们只能是，就请各位游客就是自觉的遵守这样一个规定。